农药战斗快速检验的讲解。农药试验所研发的农药战斗快速检验技术，是以动力学基础，结合加速反应甲步骤分析的生化方法，以乙烯胆碱之酶加速力菌进行试验。自民国70年起，陆续开发有机磷杀虫剂、氨基甲酸盐杀虫剂、甲多氯杀虫剂生化检测技术，并且完成杀虫剂快速定性分析技术。74年起全面推广应用，目前已经建立全省农药残毒监测工作网。农药残毒快速检验的成本低，自采样到检验完只需要5分钟。每件药品试剂成本仅4元，敏感度会当达到国家用温量的标准。近年来台湾中的农药残毒事件，亲像西瓜含地米中毒事件、油啊含负面螨问题、冬瓜含一品熊、毒丝粉、桃丝松、甲杀菌剂等残毒问题，拢是由各地检验站以生化法首先确认。目前全省160个检测站，涵盖果菜市场、农会甲合作社场，各军副食供应单位、学校营养午餐、卫生教育甲食品超市等6大体系，每年检验件数超过40万件，对蔬果、稻米、地球等农作物的残毒，拢会当进行管制把关。检验绩效拢列为农委会甲消保会例行的考察项目。本所针对检验站新进人员，每个月拢办理技术训练，每年参加训练的人超过300人次。台北市政府成功结合市场甲卫生单位检验室，以生化甲化学法查验，并且废弃含毒蔬果，以坚定配套的管理法令，在农作物产销过程当中，会当达到预防甲管制残毒的功能。生化法具有时效性，会当执行采收前甲焚烧前预检，各级市场进场拍卖蔬果前的残毒筛检，甲民间团体采购蔬果时阵安全性的把关。检验站对检出含毒超量蔬果，采取延后采收、复验、停止降价、退货、销毁等等措施，以积极防止有毒蔬果就市。近年来，政府推动各项优质农产品计划当中，稻米、外销磨豆、地球、莲雾等产品，已经渐渐将生化检验列为产销阶段把关认证的一环，对全面提升农产品的安全品质非常有帮助。亚太牛畜肥料技术中心自1993年起，陆续在台湾、菲律宾、泰国、越南、韩国办理快速检验的国际训练研讨会。亚洲蔬菜中心也向各国学员推介这个技术，其中国与南韩甲越南的执行绩效上界出色，这也拢显示这个技术深受国际间信赖的采用，为咱国先进的农业技术留下最佳的证明。